有请创造101女团发起人。各位101女团创始人，你们好，我是创造101今天的发起人美少男黄子韬。就请我们的创造101导师团上场。觉得涛涛今天很像一颗水蜜桃，怎么要把你吃了？对，我惊了。开场之前，我给大家跳一段《美少女》的主题曲。太可爱了，我的妈呀！啊，我最喜欢你的那个动作，你知道是哪一个吗？来，咱俩一块来。我没看过，我不知道。